甲妈祖绕境队伍浩浩荡荡往镇澜宫前进，阵头一队吹奏引领亮点，还有他。呼噜湾铃声瞬间成为众人目光，长达九天八夜绕境行程，来自各地的香客参与宗教界大事，估计超过300万人次，信众虔诚走完全程。今天第九天了，走全程。走全程，对，过程顺利吗？还要顺利，没不会辛苦，不会辛苦，嗯，不会辛苦。那个太子爷有加持，很有意义，嗯，很有意义，很有意义。这位阿伯身上背着三太子的神像，一路上还有其他志同道合香客结伴同行，不觉得辛苦。由于礼拜天正逢四季二专统一入学测验，绕境队伍来到考场外，还特别立牌要参与庙宇的信众，麻烦请安静通过。妈妈说这次考试要100分，考试中请保持安静。那里看到呢，中山路一段呢，可以说是呢非常非常的热闹。那周围呢有很多很多的民众呢，都已经信徒都已经先到现场了。大甲妈祖年度绕境时程来到最后一天，恰逢五一连续假期，人潮涌现，香客簇拥要迎接妈祖回銮。咱今年的头香就是代表信奉教啊，等下有差不多100几间宫庙拢来供上咱大甲妈啊，这个。回銮啊，回銮路线在清水，有场重头戏就是头香、二香、三香、赞香的献香典礼，聚集上万人观礼。大甲妈祖历经九天八夜绕境，来回长达340公里长征完成绕境进香，预估周日晚间10点将回銮镇澜宫，请进神龛内安坐，到时也将出现万手供用妈祖神像盛况。三立新闻帮您，王逸轩台中报道。